知道这个想象代表，想象也有可能是很多。那你们觉得这里的想象？不是，这里的想象其实也有，就等于相当于就是目的目标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对我们目标的想象，有可能是完成什么事情。那我们这一次这一个主题的话，就是他的想象的目标就是能够完全解决那个团扇水果剩余过多的问题。然后我们之后还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在运送过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水果是腐烂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会有一些碰撞，所以就是我们最后想到是可能把它当成那些不要烂掉、不要不能吃、不要没有人常吃那些剩余的拿去做那种归零之类的。在第十届的部分，有是短时间的四个过程，第一次导入，第二次执行方案，再来资料什么的，最后是做影片。我之前上团有找到一个就是其他比较好吃的水果，都要可以吃。第二是你刚刚讲的，赶紧给我做一台机，然后以免不要浪费。还有就是另外一种方法是动用公权力，然后强制把水果分发。但是，然后再就是因为师长同学跟宋海洋都觉得说我们这个的行动是值得关注的。就觉得这很好主意，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确实的